为了达到什么，难道说为了实干要煽风点火，我但顾着我似鬼一般飘过，管不到太多，在压力内度过，为了避免什么也没有被发现过，我正超在旁，只是哪有算漏我，到我出手犹如大雨在滂沱，日日像只鬼一般飘过，看了两眼回头行过，日日像只鬼一般张望，为何无人无人教我，日日像只有运浮游过，人人沉迷结果，人人没有奈何，恶斗恶为何完善怕恶，各有各为何偷偷射过，赶赶赶 OT 已经天光，困于电脑房未尽声有用吗，看看我就连鬼都怕我，放飞刀为何天天要挡，谁人在背后捉弄我，谁人在背后要令我出错，先生，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不用了，我歇一会儿就没事了。你看着洛丽塔好了。洛丽塔，你保重啊！你的脚趾，你的大脚趾一定没事啊！还不开车！你猜他是痛还是窝火呢？我管他死活！喂，快看看 Michael 怎么样？哎，这么巧啊！哎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买螃蟹啊，我坐你车走啊。哦，喂，我看你的样子不太舒服。哎，我来开车，车钥匙呢？哦。喂，你行不行啊？如果可以，能不能开慢一点？我刚才晕船，我吐了很久。哦，慢点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喂，你的速度能不能控制的好一点？ Sorry, sorry, sorry。 哇，孙淑梅，别拉我衣服，我是脑电波，怎么拉你衣服啊？你自己看看。生猛啊！喂，帮我拿走螃蟹！哇，好怕！对，帮我拿走螃蟹！哇！哦，你怎么样啊？阿梅，我好晕呢，哎呦，很想吐啊！哪有人像你这样晕船晕这么久啊？是啊，哪有人像你这么开车，跟舞龙一样？不知道你怎么考的驾照，拜托你去补习一下。喂，你试试一边被螃蟹夹一边开车会怎么样啊？不见你有事，不见我有事，是他太差了吗？阿妹，好晕。Michael 啊，想吐。你没东西吐了，恐怕你刚才啊连黄胆水都吐出来了，你现在没东西吐了。喂，哎，好了。好晕啊！来，喝杯水漱漱口，你会舒服点。谢谢。哎，几十岁了，人高马大，身体这么差，晕车又晕船，动几下就扭伤了腰。哎，这个大宝宝真难养活。什么？他少做运动吗？艺术家就是这样。你这个艺术家，害得我今天不停奔波，海路都跑遍，就差上天了。喂，这么多话说，是不是想升仙啊？这么踩你老板，你要是吐一天，一样会无力头晕。你躺着干什么？快去熬粥给他喝。不是吧？我不知道，多想熬是熬不了，不然我会求你。不好累。OK， 我不求了。This is an order。哦，熬了，熬粥嘛，熬。现在熬，立刻熬。看来没有我在你身边，你不会照顾自己，我怎么放心走啊？
俗话说慈母多败儿真的没错，根本就是那个江荣搞得 Michael 身体太差了，养了个体弱宝宝要我伺候他，人家是经理吗，把我当工人用。唉，都怪我人太好了，今天还浪费了2000多块买鞋。对呀，喝粥了喝粥了，老板，你把肚子里的食物都吐出来了，吃点好东西。哦，好，喝粥好，喝粥好。麻烦你了，阿妹。客气什么，如果我要跟你算，算到天亮都算不完呢。那倒是，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事呢，真是离不开你。嗯，别说那么多了，快点喝，快点喝，很好喝。别说我不会做，真的很好喝，很鲜呐。嗯，你也知道好喝啦。算你有贡献，想不到你熬粥有一手。嗯，当然了，我放足材料。嗯，你这什么？谢了。谢。是啊。我喝了蟹粥。是啊。啊！不行啊，他不能吃蟹。他吃了蟹会怎么样？他会全身敏感，跟着出风疹呢。我怎么知道？喂，你别挠了，你越挠越厉害呀！别挠了，哎，一会你干什么？我这样裹住他，让他不能挠啊！你给我出来！你亲眼看见了，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，他闻到海水味会反胃，坐船会晕船头晕，听到海浪声会打冷战，你为什么要熬蟹粥给他喝？我想花2000多块买了筐蟹，别浪费嘛。你这个人就是这么小气，2000多块算得了什么？你看你还能多辛苦，我又不是灌海水给他喝蟹粥啊。难道蟹不是海里长的？你没知识。那些蟹已经煮熟了吗？熟了哪还有海水味儿啊？什么没知识啊？又怪我。阿梅，你在外面干什么？哦，我的头好痛啊。他现在全身红肿，还说你没责任。我真不知道他对蟹敏感啊。我发誓。头好痛。头好痛啊。别吵啊，我去找药。说的我好像故意害他似的，看他这样我心里也不舒服啊，我的头更痛啊，看着你们俩我头就痛。哎呦啊，哇，你怎么掀开被子了？头痛，很辛苦啊。啊，李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真不知道你吃蟹会敏感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阿妹，阿妹，对不起，阿妹，啊，什么？静，安静，啊，啊，你怎么样？我好辛苦啊，好头晕啊！我有药。啊，喂，先吃个药，拿着。来吃，你给他吃什么？止痛药。什么止痛药？止痛剂。他不能吃止痛剂，一吃就会敏感了。啊！啊！他海水敏感，吃蟹又敏感，现在连吃止痛剂都敏感。他除了对女人不敏感之外，还有什么敏感啊？糟了，他还会发烧啊！要不要送他去医院啊？那倒不用，跟我来。打开冰箱，拿些冰出来，给他敷头降温。跟着打盆温水，蘸湿毛巾给他擦身，帮他的风疹解痒。哇，干什么？头上敷冰，身擦温水，
不是冰火二重奏，这个时候还说这些，我拜托你快点拿过去。知道了，你快点啊！喂，冰掉了，别掉啊，别掉。那要用温水啊，你别烫着它。知道了。帮他擦身子。哎，哇，身上也起风疹了，快点擦，别让他着凉啊！他马上擦。哦，好好。喂，你这么用力干什么？你轻一点，你均匀点，不能只擦一个位置。喂，冰开始流水了，快点擦干。你怎么用热毛巾吸？现在要降温啊。喂，我到底是先擦头还是先擦他身子啊？你根本就搞不定他。我能搞定他，绝对没问题，是你在旁边瞎搅和，好烦啊你。好，我自己来。快一点呢。不行。什么不行啊？洛丽塔，我跟你是同事，不行，不可以。你不是我那杯茶，我喝咖啡。你不喜欢洛丽塔？不喜欢。信你了。不过我是男人，我很喜欢女人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你是真男人，知道你喜欢女人。我想问问呢，有一个女人一直在你身边十几年，一直都陪着你，你对她的感觉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喜欢过她？其实我也不是太想知道，我随便问而已。已经退烧了。君是不是女友？Michael. Anyway.
走啊。走啊走啊。为什么你会在这儿？为什么我会？昨晚我们从码头回来嘛，那么 Michael 病了，跟着他又敏感，我们还熬粥给他喝，对吧？那么跟着你们做了些什么？跟着我们做了些什么？你还问我呢？你上我的身亲 Michael 啊，你开心了？但是半夜我已经从你身上出来了，你怎么现在还在这儿？早。早。你用厕所是吗？你用好了，我用完了。阿梅啊，你这么快就要走了，我有点话想跟你说。哦，你有什么话跟我说？三分钟够不够说？其实我想搞清楚昨晚那件事。我们昨晚没事啊。不是，我印象中昨晚是不是跟你 kiss 了？啊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我不是不知道，我好像记得是跟你 kiss， 但是又好像跟另外一个人。你不是吧？你跟谁 kiss 了自己都不知道吗？我昨晚是跟你 kiss 了哦。随便了，你觉得自己跟谁 kiss 了就跟谁 kiss 了吧？啊，阿妹啊。我很认真的。有多认真啊？是这样的，因为呢，昨晚你不舒服是吗？所以我不好意思拒绝你咯。啊，就是这样。不说了，我要上班。我先走了啊。哎呀，忘拿手机了。啊，拜拜。孙淑梅，你给我站住！干什么啊？现在只有我们两个，你坦坦白白的告诉我，昨晚半夜没电之后，我已经上不了你身，为什么你还在这过夜？你跟 Michael 做过什么？那你昨晚就是试着亲他吗？跟着你亲着亲着，你突然又太兴奋了，跟着你就又跑出来了，没多久呢你就又上了我的身。那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亲够了吗？所以我不敢走，等到早上才走了。是真的？你再问我也是这么说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像审犯人似的干什么？喂，对了，应该是我说你才对呀、啊，你明明说要照顾你那个 Michael， 所以你才上我身嘛。你突然照顾照顾又照顾到亲嘴了，什么都是你搞出来的。哎，害得我牺牲色相。喂，还有啊，你呀、啊、有没有问过我？有没有问过我意见？问过我想不想亲他？没有嘛？你还是先搞清楚你自己好了。你自己到底想怎么样啊？哎，真是的。走不走啊？再不走要迟到了。早，孙经理。又有什么事？没有。昨天米先生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吧？
没什么，能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哦，没有。阿妹，其实你想怎么样？其实我真的很开心，我终于能帮你做点事了。哦，那你不用说的这么严重啊。虽然我知道只是件很小的事，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跟你说对不起。我知道我以前做的很错，你对我那么好，那么关心我，那么信任我，还替我去财务公司借钱，我不止不珍惜你，还搞得你那么麻烦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以前的事呢，我已经不记得了，你也别再提了，好不好？我明白，今时不同往日嘛。我只是没见你一年，你整个人不同了。你现在变成了经理，穿名牌出入高级写字楼，从一个草根阶层一跳到了社会中层，你整个人气质都变了。我真是觉得你很棒啊！要不要说的好像励志节目那样？是真的。我以前不读书，一直都靠哄哄骗骗。以为自己这辈子朽木不可雕了，但是我看见你的奇迹之后，我知道原来人生有希望的，我可以选另一条路走啊。哦，那你也不用这么夸张，我现在就是我多多少少总算是有一点点的成绩，你也别灰心啊，只要你肯努力的话，前面有一条光明的大道等着你。嗯，谢谢你，我一定会努力做事赚钱，尽快把钱还你，让你不再被高利贷追债。是这样的，那笔账呢，是用我的名义来借的嘛，就是我的啦。那笔账你不用管了，以后我跟你呢，就是上司跟下属的关系。至于私人那方面呢，就我是我，你是你，那我们再无瓜葛。OK？ 你别误会，我不是有什么非分之想啊，我知道我配不起你啊。你这么好的女孩，你现在的地位，你应该找一个比我好100倍的人，能干又有才华，珍惜你的男人。不知道他珍惜谁。这个人出现了吗？没有，没。喂，那说明了私人事无瓜葛嘛，干什么？明白明白。总之，以后你是经理，我是保安，大家只是上司下属的关系。以前的事，我不会透露半句。不会影响到你，或者你跟任何人的关系。孙经理早啊。嗯。哈喽阿龙。哎，早。早。早。孙经理，我先去做事了。好啊。哦。还没来啊？早。早。你早上不跟我的车一起来啊？哦，难得当时拦到计程车，就坐车来了。是不是因为昨晚的事，你怕我们一起呢，觉得尴尬？什么呀？什么什么什么？我们一起呀？我们没事啊。真的没事，不会尴尬吗？那么，那一点点尴尬当然有了，不过尴尬很平常啊，何况我们又不是真的有事。你自己也说是一点点尴尬，所以还是坐我的车上班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尴尬这种事呢，就慢慢的惯，习惯了就淡了。坐你车上班没问题啊，那我们以后就搞清楚关系，我们呢是司机合成，不是，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，这样你清楚了哦。好。怎么 Michael 今天好像神不守舍似的啊？不对啊，是不是洛丽塔出走和钱董的事 ，Michael 要背黑锅？是不是啊，梅姐？
什么是不是？洛丽塔的事啊，迈克是不是要背黑锅啊？神经病！你们三个一大早胡说八道，就算有事，也不是迈克有事，是洛丽塔有事了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还有事要问我是不是？我今天心情很尴尬，别烦我了，好不好？去做事。各位，昨天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些事，就是我们的投资者被捕，还有我们的执行董事洛丽塔失踪了。我想大家对公司的前景都会有些忧虑，不过今天出了一点点意外，而这个意外也出现了360度转变，而这个转变又应验了一句话，就是有危就有机。大家看看这个照片，应该能够释除大家的忧虑了。啊，洛丽塔跟钱董。哼，洛丽塔的脚趾伤了吗？哇，他的脚趾包成这样，应该伤得很厉害。能有多伤啊？还穿高跟鞋，摆明是博同情了。喂，那不是钱董出现的赌场吗？哎，洛丽塔怎么那么快去美国了？哎，可能他坐私人飞机去的。这个照片是洛丽塔刚刚传给我的，他已经跟钱董在拉斯维加斯会合了，而右手这个，就是皇家拿破仑娱乐城的老板高法奥。可以告诉你们，钱董已经收购了这间赌场。那是怎么样？钱董又在这间赌场出千，然后又收购这间赌场啊？是啊是啊，那哪个先哪个后？嘿嘿，出千，钱董现在呀以100亿现金收购了这间赌场，你说他会不会出千啊？不是吧？新闻都报道了，钱董被两个保安抓住了。是啊是啊是啊，你们看到的是表面，钱董是想证明这间赌场保安有多么严密，配备了最高端防出千作弊系统，所以才收购这间赌场。Hugo， 我真的不太明白，又是表面又是内里的，那其实是怎么样？表面你们明白了，其实呢就叫做抛砖引玉。钱董以身犯险，以出千被捕这块砖配合他中国百大富豪的身份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引来国际传媒的关注，成为几十份报纸的头条，令全世界都知道他跟皇家拿破仑娱乐城赌场有永不分隔的关系。抛砖引玉这个宣传多少钱都买不到啊。不过呢，做了场出千被抓的戏，还骗了全世界，就是为了要买这间赌场而不惜一切，值得吗？如果钱董不这么深谋远虑，这么有智慧，怎么做富豪啊？虽然是宣传，不怕搞臭自己的名了吗？嘿，阿妹你说的对，钱董还有后招呢。来，钱董收购了赌场之后，立刻奖赏给揭发他出千的两个保安，每人100万美金。哇，钱董这么做是要证明他赏罚分明，对外会提升自己的形象，对内又稳住军心，这些员工就算换了老板也会心甘情愿为新老板卖命。100万美金啊，揭穿他出老千还有奖金呢。啊，哎呀，查理，你不是做 marketing 的吗？上次你也应该当众就揭穿钱董出千嘛，那这100万不是归你了？何必我当众揭穿呢？啊，这种高层次的招一定是钱董那种高层次的人想出来的啦。错，这招呢是洛丽塔帮钱董想的。为自己舅舅把我们整间公司当猴耍。当然他知道这件事未必尽如人意，所以刚才发了个讯息给我说，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安恐慌的话，向大家致歉。其实就算同事昨天有什么情绪，那么今天 Hugo 也带洛丽塔全澄清了。OK， 永不倒的倾斜投资者已经没事了，之后我们的资金会大量涌入进来。所谓万事俱备，就只欠东风了。 Michael， 现在只欠你们部门的 Operation Plan，如果没你的计划，就算有大量的钱进来，我也不能把楼拼出来嘛。知道了，我会尽快落实的。阿妹啊。啊。Michael 呢是个艺术家，
他只会投入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就算人家给他50亿，他也会放在一边的。但是你不同，因为你是女士，精打细算，为了公司，为了各方面，不会把这笔钱就放在一边嘛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会尽量配合 Michael， 全速前进的完成这件事了。Good， OK， 这件事总算有惊无险，而钱董跟洛丽塔的知名度在国际上已经提升不少，对我们公司呢也有正面的影响。哦，那只蜘蛛精命真大，那么被螃蟹夹都夹不死了。什么夹不死啊？啊！别爆出来啊！我说，蜘蛛精差点害死整个公司啊！我也真是没想到洛丽塔她会这么做。哎，被你想到就不是招了。她这招真够厉害，一箭双雕啊！一方面呢可以帮钱大军，另一方面可以吃了你。你还傻乎乎看人家网上放几张可怜照片就上大当。是啊是啊，这次最聪明就是你。哼，其实我也是关心同事，就是不怕一万。哎，人家已经坐上私人飞机享受大餐了，你还在这儿不怕一万，万一这样你自己昨晚还睡得像只猪一样什么都不知道。嗯，啊，没事啦。那现在呢，就只欠我们这阵东风了。我们索性就像早上说的那样，一切如常，专心公事，忘记尴尬，不达标不回家，满意了吗？其实我们那个模型呢已经起来了，那么结构方程式呢也确认了，没错。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做得差不多完成了。哎，那就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可以整理好一切，快点交上去好吗？你等等啊，还差一点。由于我们手头上的数据呢，是根据在欧洲北部当地的环境计算出来的，但是现在的选址呢，却变成在杭州。这有什么分别啊？都是一样建楼了，一样是打桩，然后一层一层建起来了。小姐啊，你以为搬家，万尺高楼从地起啊？那是怎么样？如果要起的话呢，要配合地质和周围的环境，我们要重新搜集资料，甚至改建大楼的某些结构，以配合当地的环境。行行行，我只不过是想让事情轻松点啊。那是怎么样呢 ？Anyway。我们现在就是要集齐钱大军在杭州那块地的资料，还有要做好准备工作。没错了，啊，就是到现在也只是准备啊。嗯，听起来好像要搞很久啊。嗯，是啊，是要花很长时间呢。而重点的就是，那当我们发现有一点点问题呢？比如好像当地的地质要不适合起一些倾斜大楼的话，我们就要尽快拒绝了钱大军，不要再拖累公司。你明白我说什么？明白了，就是你有计划就行了，我们呢就索性一起向上，向着那个目标进发。哎，怎么今天这么早啊？答应你回来吃饭嘛，就早点回来喽。喂喂，别做坏我的球拍呀！切，怕什么呀？不过说起来啊，我还没准备好今晚的晚餐。你别装蒜了，秀玉姑，你有哪顿不是叫楼下盒饭啊？说的像做满汉全席给我吃似的。你那道私房菜，我已经20年都没吃过了。难道买盒饭不用想了哈？喂，既要好吃了，又要够营养了，很费心血的。知道了，你那些爱心盒饭，我从小吃到大，难道不知道母爱有多伟大吗？哼，就亲爱的老妈，
按一下，浑身酸痛，好累。哎，这里，这里，对，这里，大力点，往下点，往下点，往下点，怎么酸成这样啊？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是不是感冒啊？哎呀，好，哦呦，最近变天呐！哎，按啦！哎呀，算了，先帮你把把脉。啊，心如鹿撞脉，看看你啊，双目含春，面泛桃花，不过不知道是运还是劫呀。什么呀？喂，我是你女儿啊。那些胡说八道，那些江湖骗人的招数，你收起来好不好？哼，你不用不承认，我是你老妈。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吗？哈，我也做过女孩啊。说是不是跟那个素龙在一起了？没有，我跟他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，不过我是上司，他是下属。这样，哼，是不是买包给你那个人？神经病！我跟他也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，不过他是上司，我是下属。哎，不可能！什么不可能啊？你看看你的嘴啊，翘唇呐、啊，多吸引人呐、啊，是男人看见就想亲呐、啊。告诉我，是哪个男人呐、啊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啊，说呀！什么呀？什么什么什么关系、啊？什么关系、啊？那个男人呐、啊！喂，你跟他有客人，回房间等你。喂，说我回房间了。死丫头，想逃避？哇，那个秀玉姑，真是胡说八道。家有剩女，勿做墨女。冲出垃圾堆，踏入行政区。哇！哎呀，哎呦，我以前的衣服原来这么气魄，不知我油水东心般，真不知道粟米斑块难吃啊，小姐。想问些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跟我的姐妹一起喜欢上一个男人。啊、哦？这只卦显示呢，是三三不尽，六六无穷，就是说三角桃花劫。嗯，是很麻烦。怎么开始的？之前呢，是因为我姐妹的男朋友他有病，那我姐妹当时又没有时间，就叫我照顾他了。没想到照顾照顾就出事了吗？就是趁机下手了。你说什么呀？没有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环境所迫，日久生情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，那一起了没有啊？没有。有没有亲热过？怎么叫亲热啊？哎，有没有亲过啊？也不能说没有啊，但是亲完之后我们的关系也没有进展啊。怎么说的那么像我？那你跟他亲的时候有没有 feel 啊？没。Michael。哎，不如。好啊，也不能说没有啊，虽然是有 feel。但是
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我那个姐妹呀、啊。我真没想过要跟她抢啊。恶斗恶，为何完善怕恶？各有各，为何偷偷射博？赶赶赶 ，OT 已经天光，困于电脑房，未尽声有用么？看看我，就连鬼都怕我，放飞刀，为何天天要躲？谁人在背后捉弄我？谁人在背后要令我出错？为何厌善怕恶？各有各，为何偷偷射